PD 的网络节目《出差十五夜》提供综艺宅配服务，将《新西游记》的经典游戏亲自出差到各大经纪公司或是剧组单位。在第一季大受欢迎后，接着也推出第二季。从李瑞镇、李正宰、郑宇、盛莲、金雅到江河奈、韩孝、朱培、斗娜、孔刘等人，都逃不过罗 PD 的综艺魔掌。而在本周的 TVN PD 特辑播毕后，下一集预告来到了 YG 娱乐，可以看到老面孔宋明浩带着同团团员金晴玉以及师弟 Icon、Treasure 等人，除了在场的人员之外，还透露了将会有不得了的人参与。엄청난분들이지금힙합이안멋지신분한분이랑빛이나시죠이거너무빛이나시는분엄청난분들과함께합니다 YG 채널15야기대해주세요기대해주세요第一个提示是乐童音乐家的唱和在 Show Me the Money 第十季中唱的歌词。第二个提示则正好做了 Jennie 在 solo 的招牌舞蹈动作，也让大家猜测 Blackpink 可能也会参与。久违的 YG Family 已经太期待啦！우리는 YG Family Family Family。감사합니다아너무옛날거아니야